星期六了。你叫你爸妈一起来看直播吧。好男女要丢。脚臭吗？可臭可臭了呢。1点钟开枪。咱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。脚哪里黢黑了？萌帅叔，一本萌帅叔，解压哥哥，哥哥喜欢的话，想象叔叔的话，可以上一本哦。多穿高鞋不好看。我脚不是我脚黢黑啊，是光线问题啊，也不是袜子黢黑啊。不要，不要诬陷我好不好？这里一本魔法书简呀，哥哥想要来一本吗？脚那么大。我懒得理你们。1点半到集齐。1点半，咱们1点钟开始。你们更喜欢我哪个姿势？对啊，就是按脚力气。你们喜欢我这个姿势呢，还是这种姿势呢？你们更喜欢哪一个？快点，快点，更喜欢哪个？你选格局打开，第一个。好的，没有格局，那就这个，那一个弄一会儿吧，一个弄半个小时吧。咱半小时的来，其实都还好，都挺累的。感觉都会累累的。我脚不臭，是被这种谣言散出去的。我脚真的不臭，真的不臭。不行，还有2分钟，再等等，可以吗？再等2分钟。是香的，对呀，当然是香的了。哇，谢谢哥哥，谢谢夜鬼哥送的魔法书，谢谢龙哥，哥哥麻烦稍等一下哦，夜鬼哥哥，谢谢老公送的魔法书。比心，谢谢老公。好喜欢，看一下弹幕啊，哥哥，麻烦看一下弹幕。
亲亲。还有老公，还有老公想要吗？日本羞羞怎样？倒计时1:30了，倒计时在1:30。钞票墙，钞票墙，或者三本魔法书，卡位。1:30不是1点钟。是你最喜欢的，最喜欢的水水的声音，是你熟悉的水声。你已经开始了吗？死了吗？你都不预热一下吗？不是要预热一下再开始吗？那你喜欢这么多的吗？谢谢九月哥哥，谢谢九月哥哥，你看我袜子不黑。只是那个黑，只是直播间的那个滤镜才黑的。看我脚脚是不是不黑？这黑色指甲有点突兀。我脚也不黑。哪里都不黑，你能明白我意思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这下黑了，
我脚本来就不黑，我有什么错吗？为什么要把我关进小黑屋里面？真服了，真服了，讨厌死了，好。我讲的违规啊！我脸上有屁眼啊！我讲的违规。上闪卡为钞票枪啊，哥哥，钞票枪或者三本魔术书啊。三次，你在这养生呢？三次了，你十次什么水平？十次建议你割掉，十次就这个水平，姐好漂亮。那你喜欢吗？我的建议是你去割掉。一本魔术书解压，哥哥们，喜欢的老公可以上本魔术书试一下，去补补吧，多吃点蓝枸杞当饭吃吧。你这水平不行啊！亲亲，亲亲哥哥。但是我天天播的话，我会坏掉的。我要是不休息，会坏掉的，知道吗？你也不希望我坏掉吧？三次属于可以回去重开的水平。西泽宝贝超超棒，你这名字，今天就算剑哥来了也救不了你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再说我的脚胖臭了，我真的不臭，不要再说了，我的可信可食用级别的。我最好看的就是这一套，好吧？不要，我不想闻，我拿给你闻。
让给你。哥，你现在想要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哦。但是不能洗，不会洗的，你放心吧，不会洗的。谢谢哥送的粉丝牌。可以炫你嘴里面去，直接把嘴巴张开，炫你嘴里去，有没有哥哥？有没有哥哥想要的？一本魔算书解药，有老公想要吗？不瘦了，已经很胖了。哪有四十五嘛？就算我的脚是四十五码的，你也会愿意炫的吧？对不对？张嘴啊啊！张嘴，小臭脚男呢？小臭脚男呢？就是男的，可乐也和你去见了呢，哥哥。就是男的，更兴奋了。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你这样子让我很害怕。谢谢哥哥，谢谢哥送的雪瓶。今天来的很早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，这样子我晚上会做噩梦的。你应该对我那个一点，应该，而不是那个。
谢谢刚刚送的血瓶，一本魔法书解压，哥哥们，喜欢的哥哥可以送本魔法书，谢谢。应该没有地方会要我吧？抢着要，真的吗？谢哥哥，谢谢哥哥送的血瓶，谢谢，谢谢坏心送哥哥，宝贝们把免费的火粮送一送吧，把背包里面的干粮交出来，干粮交出来，我嘴巴已经僵住了，快点交出来！啊快点交出来哦！接住了呢。建筑了呢。好喜欢，好喜欢。你交不住了吗？你交不住了吗？是不是受不了了？是你喜欢的，你喜欢的蕾丝边白色哦。是你喜欢的那一款哦，清醒了，还有10分钟呢。
现，还有十分钟发现。公想了，想要上本魔法书吗？一本魔法书解压放松，喜欢的老公可以上本试一下。找不住了。我今天。今天感觉你不太行，今天不行了。我哪天不行？天亮之前，我永远吃战神。我每天都很行哦。用力你会疼的。每天不行，碰一下。你不碰我就要碰了，你不碰的话，我就要替你碰了。那我碰吧，寻思我胸也不大呀，为什么老有人说我胸是假的？你但凡你上了一本魔法书，你都有资格来说这话，说的你好像看过一样。十次不行。太小了，那你向本叔叔，向本叔叔证明一下，今天一点半，今天。谢谢哥哥的粉丝牌，
分钟就冲刺了。累累的，每天晚上感觉好累哦。不加速了，我已经很累了，不能再加速了。再加速就要散架了。散架的意思吗？还有3分钟倒计时，本魔法书解压，哥哥们喜欢的歌可以上一本魔法书试一下。今天一身都是白色。都是白色吗？对呀，全都是白色。你不信，我也不会给你看的。真的装得下，太小看我了，不能小看我。装得下，干嘛你们？干嘛？准备倒计时了，准备。来咯，你喜欢的选选，
写九八七六五。指针小了，啊，哪里小了？只是看着比较小而已。我会狠狠的踩爆你的，宝贝。只是看着小而已。老公要像本魔帅叔吗？一本魔帅叔解压哦，想解压的哥可以上本魔帅叔试一下。但是咱们已经结束了。就是要你减压放松的，狠狠的踩你，已经结束了。已经发送结束了哟。直播间不能讲的。哥喜欢想象魔法书的话，上一本不就知道了吗？
不想不想减压吗？你们想不想放松一下吗？再来一次。不行。一直的话是会坏掉的。为什么这个点会有闹钟啊？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妈的傻逼，就是你定的闹钟，我操！你还说你把声音全部关了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闹钟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错了。下次不会这样了。我下次不会这样。被吓了一跳啊！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所以你们不能怪我，你们不能怪我。不是，应该是妹妹定的，应该是妹妹定的闹钟。你们这些思想怎么这么龌龊呀？就个闹钟的事情，你们都能扯到那种事情，就一个闹钟的事儿。哎，低俗，污秽。只需要你减压放松的哥哥。好痒哦。
真是，实在太龌龊了。2点钟倒计时，喜欢的老公可以上一本魔法书试试哦。一本魔法书减压，喜欢的歌可以上一本。那你看现在几点了？没血了，真的吗？没有纹身，谁叫好女孩纹身呀？我胸也不大吧，也大的不夸张吧。刚有人在那收电，你又没看过，你凭什么乱说？你在选什么？你在？让你看看，这是你免费能看的吗？这是你免费可以看的吗？你不知道衣服也会影响胸的大小吗？黑色就比较显小，所以我从来不穿黑色的衣服。神跟镜头里面不一样的，镜头就是表面的，所以黑色衣服就会显得比较瘦一点。你们又没做过直播，你们当然不知道了。白色、灰色就很显大。亲。亲亲宝贝，亲亲，
2点钟才能发生哦。见识你拿什么发射？上一上吧，三个虎粮上贵宾席哦。想风到，想风到。那就从行动来哦，哥哥。你怎么算修福到哦？喜欢的老公可以上你怎么算修试试啊？我一直都是用黑色的指甲油啊，我脚上不是一直都是黑色的吗？算盘，我在四川都听到了。
天晚上都感觉累累的，哪里是紫色？你巴不得我什么都不穿。知道，我当然知道了。你们这么色，我当然知道了。晚安，晚安，宝贝。一本模范书解药，喜欢的歌可以上一本模范书试试哦。谢谢。鞋找不到了，明天再穿吧。
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反差？就是让你释放压力、减压、放松的。谢谢哥的粉丝牌，喜欢的老公可以上宝宝飞书试试。喜欢的哥哥，准备倒计时了，倒计时了。一本魔算书啊，宝贝。喜欢喜欢上本书。准备，来咯。十二，九，六，
请求发生，允许发生。这个袜子好看，好看送给你，好看送给你。粉色的小玩具，小玩具，
我一直在动呀。一直在动。喜欢就好。快点的时候，你又叫我慢点，我慢了，你又说我没吃饭吗？那到底要快点还是慢点？会坏的。
那哥，你先删本叔叔，删本叔叔让我看你的实力。魔算书解压，喜欢的歌可以上一本魔算书试试，喜欢的老公可以上本魔算书。想什么？
小学生，小学生小看。一本魔法书简要，喜欢的老公可以上一本魔法书欣赏。谢谢哥哥，谢谢你成为龟哥送的魔法书。谢谢老公。谢谢老公的羞羞。谢谢哥哥。很想的梦。还有老公想要吗？还有哥哥想要上一上吗？要让娘做出行动来呀！你光心动手不动，这算什么？你的手也要动起来哟，手也要动起来啊！你已经在动，你说的动和我说的动是同一个吗？你和我说的好像不是一个意思呢。加速喽！
这样子你会疼吗？36码的，之前不是说过36的吗？岁数解压，想要解压的老公可以上本毛岁数试试。
点我整困了。喜欢的哥哥可以向本萌帅修饰一下哦。喜欢的老公可以向本修。他已经累了。哇哦！谢谢秀怀哥哥，谢谢秀怀哥送的萌帅秀，谢谢老公，谢谢老公的秀秀。谢老公，亲亲，亲亲老公，他想掉木兰哥哥。还有老公想要吗？一本萌帅书解压，哥们喜欢的话可以上一本。想给你惨爆，给你惨爆。说话的呀，哇哦！谢谢哥哥，谢谢韩光哥送的魔法书，谢谢老公，谢谢老公送的书书。比心，谢
谢谢韩光哥哥。看向弹幕啊，哥哥，韩光哥，看向弹幕。老公想要减压，上本魔分书的吗？还有哥想要吗？哎呀，痒死了！到点呢，没到点发烧。
没有到倒计时的时候呢，还没到倒计时呢，不要催我了。背包里有火苗的歌，把火苗烧一烧吧。没有啊。一本魔法书，解压哦，哥哥们！想要解压的哥哥可以上本魔法书试一下。白是怎么了？谢谢哥哥，
先想象公公送的魔法书啊，谢谢老公。谢谢老公的羞羞。老公最好了，最喜欢老公了，比心。谢谢老公的魔法书，开心的木兰哥哥。还有哥哥想要吗？还有老公想要吗？什么讲不能讲？哥喜欢的话，想象说说的话，上一本不就知道了吗？一本魔法书简言，哥喜欢的话，可以上一本。哥开通了超粉哦，谢谢强哥送的粉丝牌。
昨天不是说我穿的太多了吗？昨天，那今天就穿少一点。天天见不啊，就前面就上个月连着休息了2天，今天都见不吗？喜欢的老公可以上本魔法书试试，一本魔法书解压。喜欢的老公可以上一本哦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在？就那2天身体不舒服而已，身体不舒服又休息了2天，我已经解释了，已经解释累了，已经不想解释了，已经累了。不能休息吗？
计时还有一会儿呢，还有一会儿。怎么天天发笑？不快，我只剩，觉得有一点，只是感觉很累。喜欢的老公可以上本模范书试试哦，一本书书解压。喜欢的歌可以上一本。怎么会怪你呢？
不是不是，我不困。今天好棒，宝贝！一本模范书籍呀，喜欢的，喜欢的老公可以上一本模范书试试。19岁啊，我是00年的。00后，喜欢，喜欢就好。正在提醒你们。
没有无灵眼。包里面有护脸的宝贝，把护脸送一送吧，把护脸全部交出来。真的，一滴都没有了吗？这魂直播间展示不了。魔法书简呀。钞票枪，哥哥，钞票枪，卡威。没有做什么，我是让你有生理反应了吗？让你有生理反应了，才会说出这种话。
找一个，不想走，很不舒服，不舒服，不想走。不行了，不行了呢。不行了，那关掉吧。疼，穿着才有感觉，脱了不好。就像你释放压力呢，释放压力，减压放松的。哥喜欢想减压的话，可以上一本魔法书试试。一本魔法书减压。99啊，哥哥。明天看吧。
我去上厕所，我上厕所。等我一下，对不起。等我一下，天天老板的。我是赚了十几万吗？哪有那么多老板？
倒希望有个老板，我倒希望有个老板在我家呢。谢谢哥的粉丝牌。有个老板在我家，我至于天天播这么晚吗？老板让我吸干了。直播间展示不了。你要觉得无聊，你就不看。三受不了了，今晚上。今晚上没力气发射了。魔术兄解压哥们，想要解压放松的哥可以上门魔术修饰一下。未成年不能看我。你要我怎么活动？你要我给你做几个俯卧撑吗？怎么有电流声音？等一下，有电流的声音。
管我一个月挣多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整点到精神呀。4点了，对呀，4点钟倒计时。哇哦，谢谢哥哥，谢谢棒棒糖哥哥，谢谢老公送的抹茶秀，谢谢老公的羞羞，谢谢老板，比心，你们有听到电流声吗？我感觉有电流声，谢谢大木啊哥哥。想要吗？还有哥想要向本魔算术减压吗？难不一样，就是好和更好的区别啊。哥可以先上一本，觉得不错，回来补两本也是可以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哦。你们喜欢暴力一点的，还是温柔一点的？喜欢哪一种？
是不是悄悄去厕所干坏事了？我是去上厕所，是不是去干坏事了？本魔法书解压歌呢？想要解压放松的老公，可以上一本魔法书试试。你们都比较喜欢这套衣服是吗？雪球被我吃了。今天穿得好漂亮。喜欢就好。
简单。竟然会觉得这种声音耳熟。我不会生气，我会非常非常非常开心。这样才能证明我的实力。